还清了养父的赌债，应该不容易吧？你以为这样就能够摆脱过去吗？你只有高中毕业啊，大学毕业是基本吧？入境27天的话，签证有效期限没剩多久了嘛？下一位。 连自己老婆搞外遇都不知道的人，还说什么水准？想跟高手过招的话，应该不会拖太久的。我是急需要找工作，简直优秀的无人可比。什么自尊心？那边先告一段落。雷普利小姐，11月8日，星空卫视全国独家首播。